狮是男生展现阳刚之气的传统技艺。在南华中学，女生也一样昂首阔步舞动狮子，绝非花拳绣腿。南华中学原本就是一所女校，曾经踉踉跄跄，举步艰难，最终还是站稳了马步，积蓄百年的能量。花香持久的鸡蛋花，对去年刚庆祝100周年校庆的南华校友具有深长的寓意。两棵长在金文泰校舍的鸡蛋花树从旧校舍移植而来，维系着学校的过去和现在，新旧校友的情感回忆。这是南华在苏菲亚山爱丽丝路的旧校址，校园内曾经有两棵鸡蛋花树，陪伴1940到1980年代初的南华女学生度过豆蔻年华。我们校舍前有两棵鸡蛋花树，一棵在这里，一棵在这里。校友们都非常怀念这两棵鸡蛋花树，因为它非常茂盛，我们休息的时候都在树下谈天说地。这次我们回来这母校要种回两棵鸡蛋花树，这两棵鸡蛋花树是从旧的鸡蛋花树截枝培育出来的。树来了之后呢，我给一二三。哇，这楼梯跟以前是一模一样啊，改道呀，一模一样。我还记得每天都是走楼梯。我以前没有扶手的。对呀。南华在苏菲亚山办校超过40年。校舍主楼或保留用作学前教育，这批老校友才得以重返故园，追忆过往。哇，这个车子现在看得很小，很小，就没有印象那个窗口。这是受保留的窗口，是一个斜坡来的，下面是一个斜坡来的。对。南华女学校最初是在歌里门街，由湖南人熊尚富在1917年推动广东社群筹款创办，在于为女子提供教育。1921年，因为学生增加，南华迁入名古连街，后来校舍不敷使用。1939年，在密妥路设分校，同时筹建新校舍。1941年，南华搬至苏菲亚山，以新校舍为正校，开创朴实却风光的年代。第一次来到南华的时候，看到这个校舍跟这个体育场这么小，现在这个停车场就是我们唯一的篮球场，体育课也在这里进行，升旗礼、降旗礼就在这里。可是因为设施不足，我们只好到外面租场地训练校队。张瑞平1960年代就读南华时，参加篮球、排球、田径和越野赛跑，运动场上常见他的飒爽英姿。当时由来自中国广东的杨瑞初担任校长，在他的领导下，南华在各方面表现卓越，校风却十分严格。今年80岁的黄玉才退休前是小学母语部的主任，他是杨瑞初校长掌校初期的毕业生。杨瑞初校长是南华中学服务年期最长的一位校长，奠定了南华的精神。他外表是很严肃，我们一看到他来就好像很有一种很敬畏的感觉。他的外貌是很朴素，他自己的头发也没有烫的，他只是打了辫子，然后呢用夹子夹起来整整齐齐。我看他就是没有，全身都没有戴首饰，
只有带一个胸针。那么他这个胸针听说是他的父亲当官的时候清朝皇帝赐给他的。资深教育工作者冯焕好是南华百年校刊的主编，他是少数在南华完成中学及高中教育的校友。校长和老师呢，对我们就好像把我们当作是他们的女儿一样，管得很严，但是呢，充满了关怀。我们都要穿白衣白裙、白鞋白袜，头发短短的，不可以长过耳垂。就算他真的拿了剪刀，我们排队的，他就看到剪头发长了就剪。还有裙子也是，裙子一定要过膝盖的，如果太短的话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他很注重我们的衣着，这样朴素的一种校风，还有老师对教育奉献的精神，也影响了我。黄玉才毕业后成为杨瑞初妹妹的媳妇，她的丈夫就是已故法医赵自成。杨瑞初在1971年退休后，黄玉才把她接来家里照顾，直到老校长病故为止。到他最后的两年，他患上了这个脑萎缩症，就行动不方便了，慢慢的他肌肉都硬化了，最后就去世了。接下来我们有请黄玉才女士为我们颁发杨瑞初奖学金，这份奖学金是以我校前任校长杨瑞初而命名的。杨瑞初虽然没有写下遗嘱，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所以在南华中学跟南华小学设立杨瑞初奖学金，鼓励学生勤勉上学。在新加坡，历史超过百年仍然屹立不倒的学校寥寥无几。南华中学一路走来，几经强风骤雨，搬到金文泰1-41号的现址之后，才迎来满树花香。今昔对比，南华的发禁解除了，女生现在都能留长发，但必须绑起两条辫子。我通常花20到30分钟绑辫子，其实我觉得绑辫子还是挺好玩的，有时候会感到来有一点麻烦，但是我知道绑辫子是南华的传统。觉得绑辫子的时候，女生看起来很文雅，看起来很乖巧，然后呢，好像有点像一个好孩子吧，而且她们的头发也不会很容易乱。学习环境改变了，南华的五一水秀却依然婀娜多姿。上一辈的校友也没忘记他们曾经跳过的舞步，听过的喝彩。今年69岁的梁英芳，在南华小学和中学就读的时候，是南华舞蹈团的优秀成员。
只有我们这十几位舞蹈员，他们就破例的给我们留长发。不过上课的时候当然要竖起辫子来，这个是要方便那个演出的时候不同的舞蹈他们要梳不同的发型。在1957年的时候，南华参加了新加坡艺术节的演出，那么那当晚演出过后，报章上大力的宣传说南华这舞蹈的精彩实况，之后那些观众就对南华的舞蹈有好评跟喜欢观赏。几乎每年在国庆日的时候我们都会呈现一个节目。One of the most colorful performances was that of girls from a Chinese high school. They were dressed in Chinese costumes of pastel colored silk and danced with fans and colored silk scarves. 当时舞蹈团在黄爱珍老师的带领下舞技超群。黄老师为青年节和国庆日编排过大型舞蹈《万寿无疆》，也亲自替舞蹈员精心设计服装和道具。王爱珍老师他实在是花很多心思，他的舞蹈他不只是大家一起这样就是动作这样，他就是会有用很多不同的道具来演出，所以南华的舞蹈当时是每个人都很喜欢看的。我是捐了一些舞蹈道具，雨伞还有一把剑。其实这把剑是黄爱珍老师收藏的，然后我是在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我就把它收起来，现在我想放在文史馆给其他人看是应该再好不过了。回首来时路，1979年教育改革，南华因为选不上特选中学，加上市区人口外移，学生锐减，迫使学校董事会启动迁校计划。在教育部建议下，南华在1983年搬进金文泰1-330号，从传统女校成为一所男女混合的邻里中学。2003年年底，南华再次迁校到金文泰1-41号的现址。舞蹈依旧是南华的强项，却不仅仅是女学生的专长。校友会会长陈思平就读南华时，经过严格筛选，成为舞蹈团成员。当时，我们就在这个礼堂，一班一班的学生都站立起来，由负责老师跟舞蹈老师根据那个体格跟外形，选择适合参加舞蹈团的学生。我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而被遴选进舞蹈团的。离开学校之后，初级学院跟大学都在母校的附近，所以我一下完课，如果知道说学校有这个舞蹈的这个训练，我就尽量会回来学校参与整个这个训练过程。因为一踏进校门就感觉非常舒服了，然后见到的人都是以前都非常熟悉的。南华中学办校历史悠久，校友会成立却仅有20年。为了加强与母校联系，每逢农历新年，校友会总会号召校友回校团聚。来参加这个活动都期盼就是跟学生还有老师跟校友们一起这个捞这个鱼生啊，因为那个整个气氛一次过有这么多桌的这个龙皮的那个鱼食，大家都在那边喊吉祥话，整个气氛都很好。这样欢愉的场面
在30年前是不可能出现的。南华创办以来，一直是中学和小学为一体，如同一对姐妹。不过学校在1986年陷入危机，董事部基于无法负担学校重建的费用，决定放弃管理权。结果南华中学成为政府中学。这本来就是一个母亲生了两个女儿，可是呢，这个母亲呢，只能够留住一个，要把一个就是让别人去领养的，所以我就形容中学和小学呢，其实就是好像两姐妹一样，因为一个变成辅助，一个变成政府呢，就是姐妹分开了，所以我们这些老校友呢，是有一点伤感的。南华成为政府中学之后，全面以英语作为行政和教学语言，渐渐褪去华校的色彩，令不少老校友感觉疏离。在金文泰他们举办过一个校庆，我来到学校的时候，我觉得整个校风也改变了。我们在唱校歌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哎，为什么校歌是英文的？那么再看看墙壁上的那些布告栏，还有当天晚上，司仪、校长所讲的话，清一色的都是用英文来讲，那我们就觉得很不自在了。我们的心目中就觉得母校呢已经不是过去的母校了，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比较少跟学校联系了。公元2000年之后，南华的氛围再次改变，骆良明校长在任时，南华成为第10所特选中学。2003年年底，学校搬迁到对面崭新的校舍。当时刚加入南华的福传峰校长，在参与新校园的设计时，融入中华文化元素。毕竟这是一所几十年的老校，那么趁着这个搬迁的时机，是最好的重新来设计一下。我们就决定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8个校训，用一个8角形的设计图，把它设计到柱子上面，让学生呢每天早上升旗礼的时候呢，都无形中感染到这个孝顺的这样的一种熏陶吧。2005年，新校园正式开幕。福校长邀请一班老校友回母校参与启圣，冯焕好也受邀出席。那天招待不周啊，因为忙着接待贵宾。这种，我记得我们一走进大门，就感觉到，哎，我已经找回以前所失去的那种传统文化的这种气息了。当然校长呢、总理讲话呢都有用华语呢，我们是感到非常的亲切。接着下来呢，我就时常有跟南华联系的。南华在2006年升格为自治中学，拥有更多的自由发展校务。校方也努力在校园内营造双语学习环境，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华文。南华大家庭一本走过100年，来到新的世纪，南华中学更积极透过各种校园活动，振兴立校的传统文化。南华是家，是各位的家，永远的家。离
歌奏起时，中四毕业生走出礼义之门，告别母校，踏上新的学习旅程。隔年，新的一批中医学生步入礼义之门。这个礼义之行仪式，在于提醒南华人要做到知行合一。我们就带领中医新生走入这个礼义之门，让他们明白说，这八大教训对他们是很重要的。由这个礼和义，拓展是。忠孝仁爱廉耻，希望这八大教训能够成为他们人生的座右铭。迎新活动在独特的气氛中掀开序幕。今晚的萤火会是中医品格生活营的亮点，熊熊烈火象征着中医新生的热情与活力。点燃篝火，点亮希望。南华历经风雨浮沉，年轻学子们正在为下一个百年谱写全新的乐章。